哎，是啊，他妈的，这个病人的案例是比较特殊，因为这是有右关节复发性的脱臼，而我也去尝试了关节复位，但是两次都失败了，因为他的股骨有一个很大的缺口。Alright, in this reason why you had two times dislocation and comes on.Yeah.